而且它是一个很亲肤的面料，很舒适。然后这一款呢，一样不分马劳，有松软的毛衣，然后弹性度非常足够。你看在手臂的地方有没有，就是一个不限身形都能穿它的。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简简单单的感觉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领口的地方，它就有做了一点小洞的设计哦。各位，这不是瑕疵哦，有没有？两边都是这样子，很美哈、哦。里面一样可以穿刚刚的那种双毛背心，在里面也可以。那其实这个好处就是，正常穿领口就超漂亮的，它一样是落肩的，不会显得胖，然后斜肩一字都 OK。然后后面的长度给大家看到，衣长正常的长度放出来就这样。我觉得就是配裙子，然后或者是牛仔裤都可以。袖口地方它有做螺纹的压纹设计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拉起来。好，那如果穿高腰裙的话，我稍微会围塞裤头，这样比例的话会更好一点点哦。好，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设计，燕麦色。外套怎么搭？这外套就是今天的那个。很多外套可以搭、欸。对啊对啊，你随便拿一色就好了。随便一个外套都可以。来，你们一定担心说这种毛衣不知道穿什么外套，那其实毛呢的，或者是宽松型的，这样搭都可以。看起来好暖啊！可以去北极。看起来好暖啊！它这个就是可以搭毛呢型的哈，还有这个小外套都 OK。脚上的靴，小妹，我脚上的靴帮往上架喽，非常厉害哦，这一款。多少钱去了？皇帝啊，要去官网看。对，要去官网看。嗯，好，外套可以搭这个，所以你可以先买个上衣，等一下再看你要不要加这个外套。这外套超厉害的。好了，这个是燕麦色，就打麦色。外套有，外套也是今天新品。白色的会搭，很耐穿哎、欸，我的衣服里面它还藏在那里。对，你去年有买的，还要拿出来。今年就略过好不好？略过。对，真的很好穿。然后我穿的是白色的哦，白色你看不会透哦，我里面是穿黑色的，你看。有没有不透的？我还打光哈，然后就是怎样穿都可以。这个搭配短裙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牛仔裤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可能有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穿。我的那个排扣厉害的嘞，我这边有，当然可以。你看，如果穿一个这样子简单高腰排扣裤也好看，然后是小 V 厉害的小 V。等我一下，我的小 V 很厉害的，好那个。然后配这种裤子也 OK， 就比较休闲，所以它可以传达出很多种感觉哦。好来。好，这款是编号。哎，这个针织毛衣真的质感蛮好的，真的各位。对，而且亲肤的、哦、完全不刺哦。嗯，你收到后你就知道了。非常的 QQ 软软的。来，上衣编号06，编号06，白色跟麦色哈、哦，白。